Everyone, welcome back. Continuing with Lost You Forever, this is episode 11 of season 2. So let's continue and hope for some good moments.真的假的？你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人的心态很奇怪，幸福或不幸福，痛苦或不痛苦，都要通过比较来实现。所以我正在通过讲述我的悲惨过往，好让你比较一下。 你过得其实还不错，可我没有编造假话。从蛋里钻出来是真的，不知道父母是真的，九颗脑袋还是真的。后面的变得顺嘴了。刚刚我都说了些什么？ 但你现在还需要我再给你讲述一些我的悲惨过往，好让你觉得你有一个大魔头父亲，其实也没什么。不用了。不管是你们神族还是我们妖族，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所以啊，何必为一个自己出生以前发生的事儿纠结？ 红将是陈忠的大将军，您跟随他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赤忱？没有。我真正跟随义父的时候，赤忱已经战死。都说赤忱诡计多端，冷酷无情，可他为什么知道前面的路是一条死路？ 还要坚持走下去呢？那场大战持续了上百年，死伤无数。也许，与其背负着所有袍子的死亡继续活着，倒不如死。 对一个将军而言，最好的结局。 That's sad. It's like he's almost talking about himself as well. You 我们一起打仗，一起喝酒，一起收敛战友的尸骨。几百年了，他们的尸骨早已幻化成灰。但九颗脑袋的记忆实在太好了。 到现在，他们的英勇相貌，我全都记得。我娘曾经跟我说过，这世间有很多的情谊，哪怕舍去性命，也不能放弃。四叔叔舍弃了舒墨跟苍玄。 我娘舍弃了我。如果他们不是我的亲人，我一定觉得他们很伟大。可作为娘的女儿，
不管他有什么大情大义，我都不想原谅他。山景，小瑶，你再仔细看看。我相信相柳的推测才是事实，你的父亲没有背叛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没有辜负你的父亲，只不过他们一个是陈荣的大将军，一个是夕颜的大将军，乱世之中身不由己。他们一死了之，不负苍生，不负卿。可他们生了我，为什么不养我？他们死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我吗？难道他们不担心？不担心我会被人追杀？
哥哥，我回来了。外面冷吧？我让苗圃喂了鸡汤，喝一点，暖暖身子。不用了，不是很冷。你快回去休息吧，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忘记用点热汤。不必该死。不是你该死，是我该死。 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姬了。把棋盘撤了，再拿一些酒过来。是。王姬，逛了半夜，喝杯酒吧。 你明知道我不是，你还合着他们一起欺负我是吧？你哪儿不是王姬了？明日我就可以昭告天下，封你为贤王姬。别说是王姬了，你就算是想当一方之王都可以。凡我所有土地山川，你尽可以挑选，我封给你。哥哥，你能不跟着添乱了吗？You can even be my wife. 你很在意自己是不是王姬吗？你明知道，我在意的不是个王姬这个身份，我在意的是姑姑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你。姑姑出征前答应你要回来，却一去不回。姑姑知道你是谁的女儿，却不告诉你实情。明明是自己至亲至近的人，自己的父母，你却对他们之间的事情。 一无所知。我以前一直在想，究竟是谁敢把祝元花封存在我的身体里，让我成为一个没有脸的人？原来是我娘，她想隐藏我的长相。 他连我的相貌都想欺骗我。我们俩都有一个狠心的娘。你还恨叔母吗？不恨了吧。 但是我经常会梦到我娘在我眼前自尽，明明我现在已经是一国之君了，可每当我从噩梦中惊醒时，我依然会感到无助、绝望。我也是。 每次我梦到娘，无论一开始是多么开心的，可是到最后，都。
都会梦到他穿着铠甲抛弃我而去。我在后面喊着娘娘，无论我喊得多大的声音，他都没有回头，越走越远。外人都觉得王姬大将军舍身取义，可是在我心里，我永远的痛楚是他永不回头的背影。外人都觉得我娘对我爹情深意重，生死相随，可在我心里无法释怀的是，用力推开我，然后狠狠地把匕首插进自己的心口。他能为我爹死，他为什么不能为我而活呢？吃雨水，我想回家找哥哥，我不想吃啥，我回来。宗玄胳膊已经长大了，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也没有人敢伤害你。这叠奏章都是关于大王姬的，可喜可贺呀。想我号令政通人和，民康物富，朝堂重臣无所事事，只知道关心朕的恭维之事。如今到处都在谣传大王姬混淆号令王室血脉，是号令的奇耻大辱，希望陛下能严惩大王姬。父王，外面的谣言越来越不像话了，父王必须要管管。你想怎么管？不如传召李荣祖的长老来，在祭坛当众做法，证明姐姐的血脉，还有那些闲得发慌的大臣们，别跟着戏言的人瞎起哄。王姬这主意不错。如收，为何你一言不发？回师父，徒儿觉得此事蹊跷。苍玄如今王位稳固，大权在握，又怎么会压制不住区区流言呢？没错，是有蹊跷。你管他什么蹊跷不蹊跷？父王，您赶紧证明小妖是您的女儿，好让他们都闭嘴。证明不了，因为小妖的确不是我的女儿。怎么可能？归文，传朕的旨意，女郎九瑶非昊陵王族血脉，昭告天下宗祠，即日起褫夺封号，削夺宗籍。是。父王，您这是做什么？就算姐姐小妖不是您的血脉，可她毕竟做了您这么多年的女儿啊，父王就一点不心疼吗？如今的处境艰难，父王非但不化解，反而还落井下石。阿念，父王，小妖兰现在就是……师父，徒儿告退。Oh, she has grown up so much.
恒，我没有辜负你和青阳的托付，把苍玄教导得很好。娘娘，娘娘，什么事大呼小叫？都退下。昊陵王宣布昊陵九瑶，不对，该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九瑶了，并非王族血脉，已将他从宗室除名，真是天佑赤水陈荣。如果当初族长娶了这位假王姬，现在才是真的不堪呢。如今他一身污名，血脉不清不楚，倒是正好去给涂山族长做妾。就算九瑶姑娘不是昊陵王的女儿，却依旧是太尊和陛下看中的。你这样不知轻重、胡言乱语，会给王后招来祸事。奴婢知错。这里就你我兄妹二人，能有什么祸事？下去。是。就算小瑶没了昊陵王姬的身份，却依旧深得陈荣山上两位陛下的爱重。哥哥知道，妹妹是因为哥哥的事才对小瑶生怨。可小瑶逃婚一事，我都已经完全释怀了，妹妹何必耿耿于怀？妹妹可知道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揭破小瑶身世吗？不是哥哥吗？听闻涂山氏联合西陵氏和鬼方氏向我们施压，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已经败了，一个鬼鬼祟祟，竟敢和我们陈荣氏赤水氏较劲。你啊，空长了这副聪明面孔。难道不是哥哥？可当年孟斐四人暗杀小妖的事，只有哥哥我陛下三人知道，连父亲都是瞒过的。对啊，除了你我，还有陛下知道。是陛下放出去的消息。正因为是陛下所为，仅怀疑到你头上时，我连辩解都不能辩解，只能默认。你荒谬！我巴不得涂山璟赶紧把小瑶娶走，他倒怀疑我在坏他的好事。心月，陛下为了照顾小瑶心情，不惜大费周章做出这些看似荒谬的事，可见小瑶在陛下心中的分量。日后你不要再意气用事，惹陛下不快。铃兰，送赤水族长出宫。心月，臣告退。小鹏，这些信都是父我，都是昊陵王以前给我写的，你一起拿走，把他们都烧了吧。小姐，这 kind of sad。有点不要我了，我还死皮赖脸留着这些信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别动。你掌中看似什么都没有，可你不能因为结果就否认了过程。你手里刚才确确实实地蓄着一捧水。是啊，我不能因为现在就否认父王曾经很宠爱我。
Clearly there is a reason. 他给了我一个父亲能够给予的一切。这是你过去切切实实拥有过的。只要西陵氏认可小妖，中原氏族就会接纳小妖。何必那么费事？西岩是天下最尊贵的姓氏，只要小妖以西岩为氏，我看谁敢动小妖。我去看看。嗯。天下谁不知道小妖是王吉大将军的女儿？那些老氏族都是随着爷爷和奶奶打仗打过来的，他们就算再恨赤臣，也不可能动殉国王姬大将军的女儿嘛。但中原氏族就不同了。怎么不同啊？难道他们敢动我的外孙女吗？爷爷，这件事情让我做一回主好吗？不行。小妖，你过来。小妖，你来的正好。虽然说服不了爷爷，让小妖自己选。小妖，景不是来了吗？你不打算和他商量一下？爷爷，这件事情和景有什么关系？你说有没有关系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爷爷？你都不帮着自己的亲孙子吗？你到底是不是我爷爷呀？我几时说过，我想要一个姓氏了？我不能只有名字没有姓氏吗？不行。嗯。你看，半夜关键时刻还是很帮你的嘛。西陵、西岩，你自己选一个。我选西陵氏。西岩王姬大将军，西陵恒之女九瑶，慧心言状，居人游艺，怀才抱德，今昭告天地宗祠，赐九瑶以西陵为姓，居陈荣山。你在为珊瑚犯愁吗？我想送他回浩陵，可是浩陵人视我为奇耻大辱，他怕是怕受我牵连，回去以后日子也会很难熬。如果他孤身一人，想留下就留下，但他有哥哥和妹妹，哥哥在军中，妹妹已经嫁人，把他留在西岩对他和亲人都不好。涂山族长已经查得一清二楚，想必已经有应对的方式了。涂山氏在浩陵有很多生意，像珠宝和香料这类生意都是女主顾多，一直缺女掌事。珊瑚在宫中多年，见过的宝物不胜其数，很适合去掌管珠宝生意，而且有涂山氏的名头在，一般人也不敢找她的麻烦。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也难为你了，考虑得如此周全，也让我放下了一桩心事。多谢涂山族长。最近诸事烦扰，有件事你怕是没有留意。什么？防风意应已经离开请求，必是隐居。涂山氏的长老对外宣布防风意应久病不治，英年早逝，一年后我就可以再议婚事了。你知道为什么选择西陵吗？为什么？西岩太尊贵了，西陵和涂山门当户对。这荔枝是从浩陵那边运来的吧？没错，我让下面的商队运了不少回来，献了一些进贡，还剩下一些。你若是喜欢，我送到你府上一点。那都不好意思。不过是一些小事。西岩与浩陵交好，往来十分便利。那感谢了。
陛下，坐。今日召集祝约爱卿前来，有一国事相商。不知陛下要商议何事啊？朕打算出兵号陵。陛下，号陵多水，我西岩将士不善水战，贸然出兵怕是。冯龙，水军训练的如何？回陛下，40万水军精锐已训练完毕，随时待命。40万水军，什么时候的事？陛下，号陵国力强盛，兵力不弱，要想攻打下来，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So he is going against Howling, which is where her technically home is. So that is why I think her father pretty much announced it that she is not his daughter. So when this battle is going to be happening, she doesn't have to choose a side between her one family and her brother. But why is he going after them? It's like he just wants to conquer everything. Couldn't he just leave it alone? 粮草辎重必然所耗巨大，还得慢慢筹备才稳妥。粮草筹备，朕早已命人完成。目前库中所存足以支撑40万军队的军需耗费。有话但说无妨。昊陵王曾对陛下有庇护教导之恩，更有师生之名，陛下攻打昊陵会不会引来非议？朕与昊陵王之间的恩情是个人私情，西岩与昊陵之战则是两国之战，两者并无相干。西岩要统一大荒，让天下万民只尊一位帝王，西岩和昊陵之战就不可避免。朕身为西岩王，不会因为个人私情逃避身为帝王的责任。陛下出兵号陵，臣愿为将替陛下分忧。臣愿为陛下分忧。臣等听凭陛下差遣。既然都无异议，接下来就商议一下出兵的具体部署。打算在这里向小妖求婚。把这里布置成什么样子好呢？你的用药没有问题，可是你药方中的这味主药，它长在深山当中，当地不长，你的药资肯定不便宜。为病人治病，首先要考虑的是药到病除。小姐的药见效慢，服用后还会食欲不振。你的药的确是见效快，副作用少，但是平民百姓他买不起。我的药能救更多人的命。没钱可以去赚去借，但病痛却拖不得，要越快去除越好。治病要紧，一家人的生计不要紧了吗？我的药方更实用。我的好。我的好。我的好。我的药方更实用啊。我的好。怎么这么开心呢？最近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的，眼看着要有大喜事发生，我晚上做梦都忍不住笑醒的。什么大喜事啊？当然是小姐和涂山族长的婚事了。涂山家的那些破事都已经解决了，小姐最近也没有什么旁的事情，两个人又正甜的蜜里调油，接下来肯定是要商议婚事了。He doesn't want to hear that. 赶紧给小姐准备嫁妆吧，免得来不及了。别胡言乱语。啊？我哪里胡言乱语了？我的药方好，我的药方好，我的好，我的实用，我的好。范爷，您评评理，您觉得谁的药方好？你们俩争了现在，怎么还没发现你们的药方都各有不足吗？谁的药方适合，不取决于你们的医术，而是取决于病人的家境。家境富庶，那就用赢的。家境贫寒，那就用你的。治病固然重要，一家人的生计也很重要啊。总不能
病治好了，人却饿死了，对吗？太尊说的对，我的病人都是贵族，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有很多病人根本吃不起。我也太偏重于就地取材了，其实药方不光取决于病人的家境，还取决于病人的家在哪里。以前我在浩林开医馆的时候，我的病人大多都是渔民，我按照草药集论给他们开的药方效果很好，不过这个药方是来自于中原，他们既不熟悉也买不起。后来我就试着用当地的药材，果然比草药集论的药方受欢迎的多。八荒六合内气候不同，水土不同，一本草药集论远远不够吧。也是啊，一个草药集论怎么能够治天下万民的病呢？那要是有几十本草药集论呢？你这个是个好主意。不可能，做不到，耗尽医祖心血，万年来也只有一本草药集论。我只问你，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儿？值不值得去做？当然是好事，当然值得做。你既然也肯定了它的价值，为什么不去做呢？难道就因为一个字难字不敢去做了吗？能做多少是多少，哪怕只多一百个药方，也会有人从这一百个药方中受益。小妖，想去做就去做，哥哥全力支持。虽然此事有一些难，但是举一国之力总是能做到的。谢谢哥哥。Now she's gonna be busy. 累了的话，就明日再整理吧。这些医案又不会跑，反正来日方长，也不要急于一时嘛。我想在离开陈荣山之前把这些都整理好。离开陈荣山？不过我跟景恐怕会耽误一些修书的进程。小妖，修撰医书除了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还要花费时间、心血和精力。你若是做了涂山夫人，势必没有现在的行动自由，未可医师随时交流，可以去各地采集药物。景肯定会支持我的。就算涂山景肯支持你，那涂山市还有这么多的长老呢，他们会关注你的一言一行，时时盯着你能否胜任族长夫人。他们可不见得会支持你，到时候涂山景夹在你和长老中间，只怕会左右为难的。你说的对，景事事以我为重，我不能因为让他维护我，跟那些长老们生了嫌隙。你先闭上眼睛，我叫你睁开再睁开。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先闭上。好。当心脚下。Wow, it's just like at the town.好了吗？可以睁眼了。回春堂。小妖，我有话想跟你说。江，谢谢你。你若是应了，是我该谢你才对。Oh, 你肯定是知道我要修撰医书的事情了。
才特意把我带到这里来鼓励我的，对吗 ？No. Why can't you let him speak? 谢谢你。修撰音书本来就要花费很多时间，还要四处奔波，我们之间的事情自然就要延后。我本来还担心怎么跟你说呢，没想到你已经知道了，还这么支持我。你是暖阳，把黑暗打开窗，出于了迷茫。你是芳华，开出生命的香。So he's not gonna propose. 你怎么了？时光吻过你的脸。小瑶，修撰遗书，研习遗书是造福世人的好事，你想要去做，我一定会支持。涂山氏的商队常年四处游走，对各地风貌熟悉，可以让医师们跟着商队出发，去各地收集药方和药材，既安全又高效。景，你怎么这么好啊？ Because that's him. 我喜欢的人好，我才会努力想要做得更好。你不再孤单，我不再忧伤。Now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be before he's going to be able to propose to her?He is just so nice. So patient. I feel like since there was a talk about proposal and he has already tried it and it didn't work, I feel like this is just gonna extend and keep going in a way, which I'm...really hoping not the case, but I feel also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get put off for a really long time. Also, I feel like cousin is also, of course, is trying to push her to do something else and put in her head that something else is more important. This should take priority. Try to push her away from Tu Shanjin and...from them having any progression in their relationship, which is a total normal thing. Oh my gosh, like as much as I like the character and then I hate the character and just, and now I'm more of just so angry with him. He is such a phenomenal actor. His role is so perfect. He is able to change from nice to bad to angry and sad, everything so well. He is incredible. But man, I absolutely hate this character right now. He is angering me, and we are going to be watching the next episode. 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stopping by, watching, liking, and commenting.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so you guys know when videos come out,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Time.